不确定是我们唯一能确定的事。这几个月你们都好吗？新的一年本该朝气蓬勃的，但一切仿佛按下了暂停键。当疫情开始扩散到全球，当许多伙伴们面临复工的困境，一个个口罩的背后透露着你我的不安。1月20日，在武汉宣布封城之前，明伟已经嗅到一股不寻常的气氛，立即成立防疫对策小组，在过年期间马不停蹄地透过多个微信群组彼此关怀打气，同时配合各地政府推动防疫措施，也拍摄防疫宣导短片，推广员工自主健康管理。我们相信这次的疫情绝不会将我们击垮。趁这个机会过了，那全球其实大家在看武汉，武汉对的这个关就过了。那在每一次的不确定都让我们更坚信，在前进的道路上，信赖伙伴的并肩同行才是最珍贵的。数十年来，我们共同经历种种的挑战，你为伙伴们没有在不安中停滞，没有在逆境中妥协，仍以坚定的步伐勇敢前行。明伟稳健的走过了30年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同仁跟客户跟经销们，有你的支持才有今天的明伟。我们会传承我们创业时的品牌精神，明伟的义正心诚的企业文化，以及现代的企业价值观。我们在不确定的时刻提供一股稳定的力量，就如同店员与生俱来的本质，默默地提供稳定的传输。武汉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为站在一线的医护战士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武汉！面对阳光时，阴影就在背后。世界从未改变，改变的只是我们面对世界的方向。当明伟总部的吉野樱绽放，当广州街道上的黄花风铃木盛开，我们相信在黑的夜终将迎接黎明。